歌坛有几个娃娃你知道吗？ CD 录音带黑胶你用过吗？这人物那画面是经典。歌坛有几个 David 你知道吗？ MD 盘带 A-track 你听过吗？那旋律这歌词别忘记，每一个今天故事都孕育在昨天，明天也出发在今天，向前也别忘记昨天，因为音乐存在，天天心情都有歌曲陪伴。音乐人出觉，比凡人先看透世界，看透后整理了思觉，用词曲当情绪燃点。音乐记录人间，浮屠缠出唱出千岁年年到永远。8:04 #TBOB 我们听到的现场直播。OK， 今天是到了本季的最后一集呢，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个特色，就是有创作营嘛，没错，90分钟的时间，1到12集呢有12组，那因为刚好我是第一组，所以不小心就唱了第一首歌，打头阵。不过这一切要特别感谢一个单位，也就是呢在台湾呢、特别特别哈、专门管理音乐著作权集体的中华音乐著作协会，简称 MUST 的合作，在过去帮我们配对了许多创作人，今天蔡总也在台下，谢谢蔡总，谢谢 MUST。谢谢。同时 MUST 有一位董事啊，是知名的音乐教父级的人物，欢迎蒋三省老师，今天也出席。OK， 12首符合主题的命题作文创作歌曲，待会会一一的呈现。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还有嘉宾的哦，包括谷谷啊、陈芳宇，还有黄明志，都是很厉害的创作歌手，等一下也会来表演。对，那接下来呢，其实台下也有30位来自艺游网的贵宾。另外呢，今天12组要演出的创作歌手们，现在也都坐在台下，等一下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演出，欢迎你们，谢谢。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第一组，蒋荣中老师，开心好，焦哥好，还有焦哥，哇，你们今天打头阵呢，带来的演出就很有水准。谢谢，这个歌很有意义了，主要是要献给所有的词曲创作者，谢谢你们谱出、弹出、唱出大家的岁岁月月年年。因为你们这一集主题是记录嘛，对不对？那你们当初创作有什么样的理念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创作的时候就是蛮紧张的，因为写歌有一点时间压力的话，对，似乎不太能够自由发挥。可是后来我发觉有点压力挺好的，就是反而在那个时间点啊，我们就是火力全开。火力全开，我想台下应该也有这种感觉嘛，就是说你平常懒懒散散的，你半年也写不出一首歌，可是给你90分钟，忽然间哦，你的这个肾上腺就来了，哦，创作整个这大爆发。对，这也是好玩的地方。然后后来我们又真正的单曲版找了布达佩斯的交响乐团。但今天呢，当然布达佩斯的人不可能来嘛，所以我们就谢谢接受国中啊管乐团跟弦乐团，哇，希望大家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事实上，待会每一首歌风格都不同，这才好玩。没错，没错。那蒋荣中老师要不要也分享一下？好像在这准备期间，跟他们同学们沟通的过程，应该也是有点挑战。对，因为我们就透过线上的直播去做沟通，然后我们因为这首曲子其实不是很好演奏，所以很多节奏上面需要调整。然后其实也在布达佩斯交响乐团用三方语言去沟通，然后到邀请了《冰雪奇缘》的那个。何音老师，何音老师，对对对，然后老师要唱中文歌词，对，我们线上版的何音还有编曲是不太有一样，更完整的。你们很为难人家哎，也不会不会，那外国人很开心，因为疫情他也没工作。OK， 焦哥为了这首歌特地自掏腰包花了6位数字，没关系，这个不重要了，这真的是很感谢，因为包括介绍国中的伙伴，或者是线上的布达佩斯或美国老师，都是通过线上云端录制，这也是音乐人在这段时间最新的学习跟进化。谢谢大家的努力，也谢谢。创作过很多包括红毯的音乐啦，还有歌曲的蒋荣中老师跟我的合作哈，谢谢谢谢谢谢。我要是早点生的话，他我都生得出来哈，这个年纪很轻的孩子很优秀，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这么多优秀的学伙伴们，待会都要一一的表演哈，来来来，请你们上台跟大家认识一下，欢迎第五集的潘信伟老师、陈大平老师、田雅阔老师，欢迎第七集的 Erica 老师，还有凯尔老师。第11集的张雨晨老师，还有第8集的李念和老师，第4集的 Echo 老师，第3集的许书豪、王彦伟老师，还有12集的许玉林老师、曾英俊老师，第6集的刘佳明老师、林振老师，第9集的杨辉宇老师、陈玉希老师，第10集的戴阳老师，还有就是我们待会也有很多类似介绍管弦乐团这样子的合作演出的伙伴。哇，真的是超级！你看看庞大的阵容。那其实今天我们每一组真的是开了先例，每一个演唱都是首次。在他们正式上架之前，我们就先演唱给大家看。那如果今天在线上观众的朋友们，也欢迎你们留言来支持你们支持的创作歌手。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了，你看第一组就这么高水准演出，那第二组听说吓到不敢来，对，不敢来，被你们吓到。没有啦，第二组刚好有事来不了，瞧不了啦。但是他们很认真，还是有先预录一个版本给我们，所以我们马上一起来欣赏。这个是由陈伟霆还有陈曦带来的《其实我们并不孤单》。习惯。
非常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那接下来第三组的主题是嗑 CP。 其实这去年三月开始台湾疫情就有点在蔓延，好多的演出形式都变成线上了，虽然感觉人跟人之间距离拉远，但是其实让大家合作又更加的容易，所以好多歌手他们开始是在线上合作对唱啊，或是创作发行歌曲。所以这一组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个也很厉害的歌手，都有入围过金曲奖，他们是王彦维还有许书豪，马上欢迎他们带来的 CP。 There is somebody when I was falling apart给我走out. Is anybody fall in love, in love, in love? 照亮我世界 I don't wanna say, cause everything you make me love. It's fine, I know, I know, I know I'm believing. You are with me, you are the all that I need. There is somebody.只要能有个人在你的左右，你牵着他的手，他挽着你的手 Yeah, I know I'm falling You are with me You are the all thatHashtag T-POP 我们听大的，每集以回顾2020年音乐大事件为主轴，首集整理2020各大音乐榜单，更邀请到舞间琴和天后万芳带来精彩表演，而节目创举莫过于和 Mused 合作的限时创作，由焦哥和蒋荣中打头阵，以记录为题进行创作。集主题环绕疫情，除了创作现场有晨曦、陈伟霆努力 jam 歌，焦哥还外景突击陶喆，畅谈当年创作《手牵手》的背后故事，也意外打开陶喆老师的模仿技能。我是王力宏，你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好，谢谢王老师。我觉得你这个音可以稍微再轻松一点。Okay, 你不要让人还点痣，讨厌。不是吗？对对，好。然后他说什么？好，蔡姐，蔡姐，你说。陶喆老师，
跟你说，嘴巴再厚一点。其实我可以唱 bass。第三集主题磕 CP， 邀来都曾入围金曲奖的许书豪和王燕威进行创作。焦哥还访问了创作才女 V 姐徐若瑄，因为焦哥准备的贴心礼物 ，V 姐还感动落泪了。这一张就是特别送给你，我都没拆，我都没有拆啊。第四集主题《追梦之苦》，蔡小虎、曹雅文等多位选秀出身的歌手畅谈追梦历程。而在现实创作的现场 ，Echo 和廖静怡为了写出好歌，什么招都用上了。马上来欣赏两位创作人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 Echo， 还有 Acapella 团体首浪人，待会也会跟 Echo 聊聊他的创作理念。Hashtag T-pop 在制作初衷呢，就是完整像影集一般，早就把剧本跟规格呢都打造好了，那么再填入许多的 content， 比如说创作者。在我身边的就是刚刚表演的书豪还有燕威，谢谢你们。好，到目前为止已经听了四首歌了哈，你们这首是唯一合唱的，就是说两个真的是 CP， 所以当时是故意安排的吗？因为我觉得写歌一起写已经够难了。还得要一起唱，
啊，分享一下。我跟他一起在那个圣诞的一个活动，我们一起重台过。OK， 所以知道我们一起第一次写歌，我们没有一起写歌。你是说2018年的圣诞爱无限？对，没错。那我也顺便预告一下，不好意思哈，都要先给我一点时间。TVBS 42台将会在12月25号举办圣诞爱无限慈善晚会，大家请锁定哦。Thank you。好，那所以你们等于3年没有在同台了，是不是？对对对。那个时候为什么一定要一起唱？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唱。我们这一点，我们是 Muse， 我们没有强制规定嘛，对不对？刚刚节目安排我们一起，对对对，然后主题就是嗑 CP。对，那干脆就 CP。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们就写 CP。很难，因为就有一些 key 的问题啊，书豪。其实我们一开始还不知道说没有要合唱，对，对，一起写完以后要合唱，然后他们才说啊。你们合唱哦，太好了！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可以书豪安排书豪，你刚那一段好像是1分钟前讲就可以了，你不用再重复一次。哦，我们已经把前面事情都交代完了，对你往下讲就好了。好好好，继续。反正就是因为他的 key 刚好跟我的 key， 我们对对对，就讲 key 的事情，本来就有在安排和声，本来就常常在写和声，所以 OK， 所以刚好把它安排在唱女生的部分。那你们刚刚在 live 就有唱错词吗？没有，好厉害哦！我刚刚有唱错一句，但我是故意的，不知道，听不到。你有在听还是没在听？有，我在听，我说很想听。因为我下午彩排的时候接受的那些家长说你是对嘴的吗？所以我故意唱错一句，表示我是 live。啊，像你们刚刚都没唱错，对不对？他说之前我昨晚才收到他的伴奏，他直接把声音抽掉，所以我们抽干了，我不能够唱错。真的，好过分。对啊，给我压力好大。都没有电哦，都没有电。Zero， 合音有合音。真的，来真的好，后面几组自己看着办哈。听到没有？好，我们刚刚唱的像 CD 一样，我们唱的都没有电哦。好，那个另外一组 CP 准备好了没有啊？那个大天，你待会也是 CP 对不对？啊 ，Are you OK？ 你有没有麦克风？来，旁边麦克风给一下嘛，不要这么不友善嘛。天涯握那么紧干嘛？我们是3P， 你们3P 啊？那难度更难哎！哇，天哪，好病态啊！变好病态。不是，我觉得两个人够难，他们还是对啊，期待期待。好，今天每一首风格都不同，也都很精彩。接下来是谁呢？我们把现场交给戴鑫。好的，焦哥，接下来在我旁边这位是欢迎 Echo 老师。戴鑫你好，大家好，欢迎欢迎。哇，刚刚这首歌也很好听哎。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选秀，对，老师你身经百战，我10年前有比过赛，超级魔王大道。哇，那你这个创作有关吧？对，比赛半年的时候，我是洗冷水澡，洗冷水澡，洗冷水澡。为什么要这样自虐呢？那时候就是比较刻苦。那就是刻苦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回忆，所以我把它写在歌里面，是当时的一个经历。那有时候你会很想要，你一定是年轻人，一定很多梦想，对啊，可是你遇到现实的考量，会有时候是不敢做。对，这首歌就是又好无奈，但是又有鼓励大家的一个力量。对，以前我不太写这种负面歌曲，就是说这一次，对，这一次就尝试一个不同的曲风的感觉。那老师，你以前比赛，其实因为你参加过很多比赛，不只是魔王大道，你以前因为老师是 beatbox 专家，你通常都是在比 beatbox 还是比歌唱？模仿，模仿比较多。那老师今天要不要来秀两句给大家看看？可以啊，就是模仿，就是口技这种。那我出题可以吗？可以啊，可以。OK 吗？哦，随便出题都可以。好，实力派的。那我想，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听到一个乌鸦叫。啊啊啊！然后，哦，然后他吵到了下面的大象。拍手掌声鼓励，谢谢。哇，真的好厉害，看到今天这么多优秀创作人站在台上，真的非常感动，非常谢谢你。谢谢戴鑫。那刚刚老师带来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得到，可以搜寻来听一下。对， KKBOX。 好，接下来第五组的主题是无缘自嗨，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田雅或陈大天还有潘信维的创作，他们的歌名取得非常妙，叫做一言不合去挪威。到底为什么一言不合要去挪威？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问他们，先来欣赏他们带来的歌曲。手把手机写字和电脑，就看我们下楼去买点仙草，生活着男人很黑，你不上前人作业给的安慰，叫我滚出家门捡草，一言不合我就去挪威，买张机票我就去挪威，挪威森林
始，空姐对我微笑表情，我骂他简直就是矫情呀呀。别人目光呆滞，他们一脸不可置信，我拿了一身子吹了 check in。我们听大的超多好康等着你，现在就下载易游网的 APP， 就有超多订房折扣，分期零利率、含税价格，还有雷点折现金，订房加购高铁票还可以享有75折，也可以使用国旅券跟5倍券，这么多的优惠，现在就赶快去下载易游网的 APP 来订购你的假期吧。第五集主题线上即王道，因为疫情多数活动改为线上已成常态，像陈世安的发片记者会就在线上举行。本集创作主题呢也配合时事，定为无人自嗨，由田雅霍、潘信维和陈大天共同创作，三人激荡碰撞，一首网感十足、京剧大爆发的歌曲就此诞生了。6月是毕业季，主题就围绕校园展开，深受学生族群喜爱的谷谷、吕思伟、萧秉志以及 Julia 吴卓源也在节目合体献上新歌电视首唱。哈，这是我的正义，速度即是力量，一剑刺穿传统八股束缚的框架，破坏你重生的交响，击碎阶级的高墙，抓紧那真正自由展翅翱翔。 Fly 西风斜雨刀光剑影不想出击，敌人掉进我们陷阱，切不在意，贴切担心，风暴来袭，狂人觉醒，荣耀觉醒。你中的秘术，下手每一刻锋芒毕露，吹起属于我的风。现场有风筝的创作人林正和刘嘉明正在联手打造2021新世代的毕业歌，来听听他们是否写出了你对未来的迷惘。哇，今天到目前为止呢 ，Nonstop 的 Live 直播，希望大家很过瘾。晚上8:32，这里是 Hashtag T-Pop， 我这什么东西啊 ？Hashtag T-Pop， 我们听大的。Okay. 我跟你讲，刚刚那个 Echo 的那个口技表演好厉害 ，Echo 你在哪里？OK， 你把你那只麦先拿去消毒一下，好不好？谁拿到那只，待会谁倒霉！我的妈呀！好的，各位，你喜欢哪一首呢？每一首都是不同的主题。不过现在我们要回到毕业季，还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呢，台湾出现了一首毕业歌曲叫《风筝》，当时有很多人一起创作，其中的两位呢，林正老师、刘嘉明老师，今天带着世新的木吉他的爱乐人一起来到现场，欣赏他们今年为我们打造的新歌，掌声欢迎。教室座位雪餐巴菲，球场旁边最爱的早餐店，还记得巧克力的滋味。办公隔间便当 again， 回
间，小店早就歇业，岁月从来不曾代谢，脚步匆忙，通勤的车厢，每日运送着现实和时光，欣然问起那最初的梦想，躲在某一个地方。别还没有几年，感觉老了好几岁，社群媒体留言就当做开同学会，曾以为的热血还藏在心里面，还一点一点等待被实现。手也不算了解，想回家种田，这边没有考卷，也没所谓的证件，过去单纯笑脸是否还能重现，不知不觉离而离还有几年。卡片没钱，街头表演，想跳的演唱会，最难忘青春的无畏。打卡排队，账单缴费，加班熬夜，这第几碗泡面？长大原来这种感觉。车厢每日运送着现实和时光，欣然问起那最初的梦想，躲在某一个地方。也还没有几年，感觉老了好几岁，社群媒体留言就当做开同学会，曾以为的热血藏在心里面，还一点一点等待被实现。手也不算了解，已经想回家种田，这边没有考卷，也没所谓的真切，过去单纯笑脸是否还能重现，不知不觉离而离还有几年。不愿妥协，受伤也无所谓，因为有你身边，枯萎，但不做更多后悔。人生游戏就这么一遍，别已经好几年，真的老了好几岁，社区媒体发言，带上久违同学会，从燃起的热血充满了心里面，还一天一天渴望被实现。社会慢慢的了解，偶尔想回家种田，这边没有考卷，只有价值的考验，过去单纯笑脸，努力才能重现，永不停歇，而离后继续向前。谢谢刘嘉明、林振，还有可爱的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演出，真的好温暖的歌，又好有青春热血的感觉。接下来在我旁边这三位同学是陈大天、田雅霍，还有潘信维。Hello，Hello。你们应该也是有蛮多，你好，一开始就这样是干嘛？哦，这两只是我养的麋鹿。哦，你养的麋鹿。我今天担任是翻译的工作。哦，你今天担任翻译，你不是养刺猬吗？你养的是麋鹿。OK。对对对，现在养麋鹿。那我们来聊一下，你们刚刚听到这样的歌，你们应该以前也常主持校园或唱校园吧？是。有勾起什么样的回忆吗？回忆。
哦，他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唱校园呢，是既开心又难过。为什么？对，因为开心的话，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唱校园，因为校园的学生都很热情。对。那难过的话，是因为就是哦，我们每次要经过那个学校走廊啊，或是看到那训导处啊、教务处啊，就觉得哦，自己离学生时代又更远了。哦，更遥远了，有点、你很认同是不是？是。OK， 你也蛮会翻译，他刚刚就弄了两声，你就讲了那么多句话。是。OK， 那你自己以前有跑校园吗？是。还蛮常跑校园，也喜欢吗？那样很喜欢的，因为学校学生都真的很热情，就是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很。他们都是很多话的迷路，他们都是自己请自己喜欢的歌手，嗯、对，所以他们就相对比一般外面的场合更热情一些，可以近距离感受到，而且他们很喜欢互动，哦，对，也是。那我们接下来要聊一下你们的歌，好不好？你们迷路可以回来了吗？先暂时把迷路的身份抛下，因为我太想问了，为什么一言不合要去挪威？他是说对，因为我们这首歌呢，在制作的时候我们是先写曲的，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唱一个 demo， 那时候阿潘有唱一句，就像他就唱了一句 No way， 他原本唱英文啦，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哦听起来就觉得很像挪威，然后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对，还真的是弄了一首歌。然后他说那个就是我们有在这里面有 sample 了一下那个挪威的森林的一小段，然后把它去做成乐句。对，那好。他说对，对。OK， 大家可以再到时候去把这首歌下载来听听看，再好好听一下歌词。我觉得这故事性很强，非常有趣，好吧？但一言不合要去挪威，现在就可能没办法。也谢谢你们带来的创作，谢谢。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焦哥。好了，我们又多了两只麦克风要消毒了，那两只迷路的麦哈。我的妈呀，音乐人真不好混，好好的人不当，去当路哈。欢迎两位，大家好，老师好，刘老师啊。今天呢，跟我们，因为其实蛮好玩的，这个 Muse 呢很用心，在毕业主题这集就找了你们两位一二年的啊风筝小组哈。对。然后我们制作单位又媒合了世新的同学，哎，跟这些同学合作有没有找回青春的感觉？非常愉快，因为我本身就是世新毕业的、你也是，我也是啊，学长，对呀、啊，学长，开玩笑，我还杰出校友呢。哦，我还不是，加油加油。OK， 那这个是歌你们。两个又重新写这样的主题，会不会有一点障碍？前面那个那么红，那么厉害，一点点。因为我们当初有跟 Muse 讲说，哦，我们都毕业快十年，对，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揉一些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想法，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答应了。了解，但是你看那个歌词哦，歌名哦，什么去种田啊，就是这么悲观，所以毕业就是失业，然后就要准备去下乡了。我觉得就是普遍大家可能现在毕业都会很迷惘，对于未来不太确定要干嘛。哎呦，所以我们。对，因为南部人嘛，所以想说，哎，这台北混不下去，还可以回。你南部人吗？我家没有田，没有办法。哇，没，这是一种比喻嘛。好，那你做这个歌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一种重温旧梦的 feel？ 就是觉得说，哎，又写毕业歌，一开始也跟嘉明一样，觉得啊，这个主题要怎么发挥？但就觉得说，又可以用一个现在这个心态、这个心境来尝试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容易吗？一开始很不容易。但是后面其实因为我跟嘉明合作也就从那首风筝开始已经十年了、所以其实他丢一句歌词我可能就可以马上接得上写一个旋律进来、真好。不过你看哈、我们讲十年磨一剑，但事实上十年会把人的热情给磨掉。十年前你们充满希望往上飞风筝，十年后往下走去种田，所以人生啊真的很苦。好，谢谢二位的努力，谢谢林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焦哥。没事没事，我们一起去种田。现在流行下乡啊，对不对？青创啊，要回到家乡去创业。到时候再约。OK， 好啊，不用约我，不用约我，要去带孩子。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一位表演嘉宾。哎，他今天为了我们下午从高雄赶回来耶，一定要支持 Hashtag T-Pop， 他是谷谷吕思伟。哎呦，所有 T-POP 前面直播前面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顾宇思伟，还有现场所有优秀的音乐人、创作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友们，你们好，你们好吗？ Let's go.
当你看到我的手指向你的时候，大点跟我唱当你看到我的手指向你的时候，哑火跟我一起唱当你看到我的手指向你的时候 ，Echo 跟我唱当你看到我的手指向你的时候，舒豪跟我唱当你看到我的手指向你的时候，所有人唱I'm Captain Lazy， 中文叫懒得理你，客气是代表尊敬，天不怕只怕自己。大话要练习，做不做看我心情，面对所有的质疑，奇怪就甘之如饴。嘟嘟唇你的嘴，矫情又听话乱嘴，嘟是我的原罪，没保险的谁怕谁。相信自己，别再问我好不好。随便，别再，才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还 lazy。算了，等我成就我的道理。懒不甘于懦弱，请相信你不懂。懒是种强行走，越要越慌越轻松。懒是一种艺术，羡慕羡慕，我来创造我的时代。这还是高雄，愿赌服输，顺便介绍我放大圈。现场都老朋友了，雅霍恭喜你哦，好久不见。然后啊，很久没有这样的表演，最近演出越来越多，然后也很珍惜，希望呢明年可以越来越好，然后这样的 live 可以越来越多。大家都很久没有 live 对不对？雅霍要再出来唱歌啊，记得啊。好，第二首歌《好大》送给你们。就这一回，大不了翻脸，再认真面对。对后悔，要是放纵一回，叫兄弟来陪，一起飞上天。四人派对，要喝酒喝到疯，但不要喝酒，再来一杯酒，感觉快巅峰。喝酒喝到疯，我别无所求。
播镜头前面的朋友，在这边是好看台下优秀的创作人们。人生就这一回，大不了翻脸，再认真面对。进退后悔，有时放纵一回，找兄弟来陪，一起飞上天。私人派对，要喝酒喝到疯，歌舞要喝酒，再来一杯酒，感觉快巅峰。喝酒喝到疯，我别无所求。Alright， 现在你们双手，把双手借给我，可不？所有人把双手借给我，可不？现在所有人把双手借给我 ，All right。 无色中范围，我们说话直接。来来，先送上毛巾，赶快送上毛巾。他这个满身是汗，我觉得值得加倍的掌声。各位现场的朋友，再次这么卖力的两首嗨歌这样子，而且你刚刚的 dancer 的人数几乎是商演等级了，有8个 dancers 哎，必须的，谢谢你哦，因为我上次来，哦，就上次来很感谢，就让我们宣传新歌，真的，他在来帮我们录节目的预告，然后呢又来上节目聊毕业，然后呢又来唱了新歌，然后今天直播又来了，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搞得我们好像发不到别人似的，不是不是，我刚看到前面就很多很多那个创作人都跟很多小朋友合作，对对对对，那我希望我未来可以有机会，一定要，你刚刚去那里跟大家互动特别温馨，真的。哎，阿弟铁杰喜下面待几哈？他都那么听我们节目，也要让你宣传一下，明年五月发生什么新大事件？好，所有 T-pop 的朋友哦，明年的5月7号是我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听到请回答演唱会，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谢谢大家，谢谢，加油加油，没问题。哇，太棒了！时间是5月7号，5月7号已经开始售票了，对不对？明年好，大家把握机会哈。谷谷的音乐，他的这种动感的状态，各方面都已经到了巅峰的境界了。没错。哎，你刚刚哦有在后台听我们前面那几首歌？有。啊，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的啊，就是风格很鲜明。因为其实我蛮认识他们的，所以比如说像阿潘，他其实对阿潘他很会唱歌，潘老师对，但我没有看过他表演，所以我刚才有点觉得他们三个有点像那个 MIB 的那个 style， 有没有？那带很帅，就我觉得对。你刚刚讲雅货那段，我最感动了。雅货很久没看到，即使当了奶爸，还是要是啊是啊，很多人出来工作，很多人很想在舞台上看到你，你要记得。对啊对啊，但是你必须体谅他了哦。今天出来放风很爽吧？对不对？小哥，我跟你讲，明年就你了啦，好不好？他唯一今天不想回家的就是他，能在外面待多久就待多久。相信焦哥很快就可以体验这个感觉。哇塞，那你也加油了。好的，哎，你刚刚为什么特别去抱书豪？我看你去跟他互动。因为苏豪是我这次玩伴，就是从第一波疫情我就开始练滑雪啊什么的，然后他音乐很厉害，常常帮我做很多东西，真的，我帮我做很多东西。他也是先离金曲歌王就一步之遥了，对不对？好，大家都很优秀，希望在看直播的朋友能够把这个直播也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谷谷多厉害，音乐人多厉害。没错，真的，大家都很努力。你第一次近距离看他吧？没有啊，我跟你讲，去年新北耶诞就有了。大阵仗。去年怎样？去年新北耶诞呢，而且今年他也要新北耶诞。哦，真的吗？但是那个新北耶诞没有8个人那么多。哇，真的，他多听我们节目，他新北耶诞都只带6个而已。对啊，为什么钱给不足？没比较，没伤害。对啊，你硬要讲我，导致我很尴尬。剪掉，没有了，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因为姑姑一个人就已经是压住全场。谢谢。但你就是流汗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哦，这个真的没办法，对不对？就是你看现在这里都是湿的，都是湿的。还要擦一下，你这怎么办呢？你里面就很卖力啊。其实我已经是穿透视的，哎，真的耶。可是我的汗是从头皮出来的，他这个已经是透风的，想说看能不能哈。好了，你好好保重。好的，那我们新北耶诞见。好，谢谢。好，谢谢。刚刚说新北带几个 dancer 啊？
我尽量，我看一下，我回去算一下。我们 TVBS 长官在看呢，侯友宜市长也在看呢。没有，连 T-pop 背，阿文家新北在哪个地方？会跳的不会跳都带上来。好了，我们不要为难他，这音乐才是主角。对，音乐才是主角。对啦，对啦，不是舞裙。是的，好，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进入第七集跟第八集了。待会呢 ，Erica 跟 Kyle 就要登场喽，请期待。谢谢姑姑，谢谢。謝謝第七集节目以嘻哈为题，除了多位嘻哈歌手带来超炸的表演，创作现场的 Erica 为了打开不受限的大脑，居然做起了瑜伽。而回顾2020年的7月，出道满十周年的 B 毕书尽也来到现场，与我们一起见证他的成长。当年在这个摄影棚，我们得到金钟奖的节目《全球中文院榜上榜》，也是毕书尽啊，常常来加持的一个节目。有我记得，然后也有那个时候节目上还有带过家访，因为大家支持的，对扮女生。来到第八集，回顾八月，当然不能少了他们831。我相信你是不完美 ，I can be your star， 没留下那眼泪，都会够我有我。八月也一定会联想到父亲节，第八集创作曲就以父亲之歌为命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现场验收两首全新的创作曲吧。
谢谢，谢谢 Erica， 谢谢 Kair， 哇，太棒了！这几年呢，嘻哈也成为台湾的音乐主流。在歌单里面，你看看这个，比如说高尔宣、陈星月啊，或 Without You 多红啊，或者说像瘦子跟吴卓源，尤其是吴卓源，过去一年他可能 feat 了20首歌曲吧。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这首 Hold On 也不差，欢迎各位呢锁定，接下来12月就会在 KKBOX 独家上架，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喜欢我们的创作。那么这个节目呢，我们是一个月呢对应呢一集，所以呢接下来是到第8集，也就是去年的8月，8月最重要的日子就是88节了。李念和老师要创作一首爸爸的歌曲，可是难道这些歌颂爸爸、歌颂妈妈的歌就只能温情四射，然后超级暖心吗？不一定哦。来，一起欣赏李念和的创作。Yo, this is Eric Lee Production。我想你妈妈。直到我终于成为爸爸，放弃了牵挂，我才买大的伟大。有一天你会成为爸爸，不管天有多黑，风有多么大。别等我那么想念爸爸，想念爸爸。那个孩子已经成了家。侧着说我像只怪兽，大我时候霸气外露，沉默守护直到白头。他心头的那块正满肩的手，眼里是唯一的温柔。再多都不够，记得吗？记得吗？我总是被骂。再也没说话，我也没说话，来不及说话。完美复制我的叛逆，追在你后面捡着范例，想成为你的榜样范例。放下了自己，抱你在怀里高高飞。再久都不累，记得吗？记得吗？乖乖睡了吗？欢乐舞的那个晚上。跟你说话，对着你说话，听妈妈的话，记得爸爸说的话。一溜烟的世界他不会走，有人陪着你走每场天夜。 So so lucky yeah， 有人伴着你走，终于要高飞。那首先享受站在你背后。 Everybody 手伸起来。没说出口， Hope you already know I love you so。 希望不得感恩，尊敬有你的心，对待生命，有一天你会走入婚姻，不漂泊换个稳定。什么叫父亲，账单都等着你父亲。这就是男人的宿命。记得吗？记得吗？平凡的爸爸。这些年的那个晚上，我教你说话，我带你长大，世事多变化。一路上抱着你走，陪你荡着秋千。一溜烟的时间他不会走，一路上陪着你走每一场毕业。一路上看着你走，终于要放飞。大手牵小手站在你背后。在天上的后妈，他从来不求报答，直到我终于成为爸爸。放弃了牵挂，有一天你会成为爸爸。我的有多黑，风有多么大。原来我那么想念爸爸，想念爸爸。那个孩子已经成了家，想念爸爸。在天上的妈，小孩从来不求报答，直到我终于成为爸爸。我在百大的伟大。有一天你会成为爸爸。Let I miss you. Respect. 谢谢李老师。
还有台北高中的表演艺术科的同学，走太快了，谢谢你们，同学好低调，好，谢谢你们哦，李老师，李老师，李董事长，欢迎欢迎，哇，各位，我先讲一件事啊，今天其实他是身为爸爸很重要的日子 ，because today 是他儿子的生日，但他为了我们直播，他先把儿子生日放一边 ，sorry， 昨天先过了，先过了哈 ，OK， 哎、欸，李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我的专辑的那个阶段制作期，他是我制作人之一，我今天完全认不出你来嘞。你怎么会写一首这么霸气外露的歌来歌颂爸爸？真的很帅气，对，有韩风哎。对啊，啊，我们一般来说哈，你要当爸爸了吗？对，父亲的爱都是比较压抑哦，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心灵里面的奔放的状态改变一下，对不对？对，颠覆它，把它洒出来，很酷哎。那你在戴这种歪歪的帽子都不会害羞哈？哎、欸，我其实都不太敢戴呢。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太，你今天很样。我们给勇敢的李董事拍拍手。他平常是一个教父级的人物，哎，你真的太帅了，整个豁出去了哦。啊，这不就是要为了 T-pop？ 呀、yeah,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你们这个主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闷骚的发挥。对，今天你真的超闷骚的哈。那另外一组呢，就真的是哦，这个没有闷骚，就直接烧出来了。哪有？人家也是创作。实力派，欢迎两位，欢迎凯尔，Hello. 也跟我们聊一下你们创作理念吧。这次好像虽然是抒情嘻哈，但是聊的话题很认真、很严肃，在讲网络霸凌。哦，对，就歌词有个地方是写流行病，键盘杀手、yeah. 多少命被这样夺走。Yeah. 然后我们讲的就是现在网络霸凌好像是我们身边好像很正常会看到的事情，然后当可能新闻有报道什么名人因为网络霸凌而自尽，那开始会社会开始反应，或是会感觉同情跟反省，但是后来可能过一个月后就是又回到一样的样子，对对对，所以就真的是社会的一种病态。了解，哇，你这一讲啊，现在正在留言的人都忽然收手了，本来正在留言说那什么歌啊，那能听吗？算了，今天先不留。很好很好，用歌曲来提醒大家，我们要做更好的人，让台湾变得更好，好不好？我们彼此加油哈，包括所有的网友，不管哪一首歌你喜欢或不喜欢，其实都是大家的心血结晶。哦，那哎，凯尔要不要说两句？你好帅哦，你刚刚在表演的时候。你好。哦，你好。初次见面，刚刚什么感觉？会不会有点紧张？今天是 non stop live 哎、欸，对对对，其实很久没有表演了，对，很久，我们两个很久没有这种 live 啊，对对对，非常非常久。然后就是有机会有跟 Erica 可以一起创作，嗯，就是从零开始，顺利吗？嗯，蛮顺利的吧。从创作过程啊，对对对，这是这个主题是他想的，哦，是他想出来的，对，因为我是霸凌的人呢，哦，没有，站到他就是了，了不起。好，不过无论怎么样，最重要是把歌写出来，不管是谁比较主导，或者谁是被动的，带好音乐给大家。呀，谢谢三位，谢谢李董哈，最感谢你了，真的是返老还童，好感动哈。好，哎，对你还有手势舞哦，教我们一下啊。对，这个歌啊，其实它是从汽车喇叭声来发响，嗯哼，然后呢，后来想说，哎，八也是同音，对呀、啊，对，那所以呢、嗯，以后你要跟你爸爸打招呼的时候，哟、爸爸。爸爸有一个八的，有没有？爸爸，哇，很帅耶！所以以后你小孩可能叫你。不准他学的，从小给我听古典音乐。好了，谢谢三位，谢谢。马上第九、第十首就要登场喽哦。那么这主题也很酷，我们来听绿洲跟落榜，加油！多少后知后觉的明白，多少没有规划好的离开，青春已不在，而我还在。那些一路上道别的人，那些来不及珍惜的错过，时间的洪流推着我走，这趟旅行留下什么？我一个人走了多久？找一片绿洲，沿途是荒漠，划破了伤口，后来
下是拥有，我停止追求，找回属于我的绿洲。多少差一点跌落的悬崖，轻功已不在，而我还在。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那些不愿再辜负的深陷，等到了枯萎才流泪，争取目光执念，模糊视线，迷失方位，依旧奋力去追，不管任何劝解，一身狼狈、不想活成谁，自我纠结迂回，欲望支配成傀儡，还是得不到一句赞美，我是原先理想的权威，只靠伪装无所谓，不愿去领会安慰，心碎憔悴，风口浪尖摇摇欲坠，渐埋掉笑颜，情绪被消费，做个宣泄，
谢谢刚刚两组这么棒的演出，所以大家其实看到这边应该有发现，我们的音乐圈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好优秀的创作人才。只不过其实提到创作，我们一定不能不讲到台湾的这位创作教父罗大佑。本来今天呢，我们也想要请到大佑哥来到现场，但是他真的太忙碌了，所以我们就派出了焦哥去探他的班。那大佑哥真的也非常有义气，也特别替我们节目演唱了他经典的歌曲，我们带您一起来看。世上的人儿，忧伤的脸庞，他正在深秋给我春光。世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夺去我仅有的春光，我胸中的太阳。世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上的人儿，忧伤的脸庞，他撑着深秋给我春光。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
不宁，有几许多久我只有你牵挂。我不能都让谁回去，我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Bye.
是在我的窗前，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小强嘛你，哎，转行了，太有个，对我打工啊，转行了，这几年不好混，是大家都要转的，我都有时候我去帮人家翻翻谱啊，太感动，是是是，没有了，这今天来特别探您的班的，在我心目中呢。一辈子做音乐，而且做得这么好。你看去年的疫情期间，他还做了宜花东路的巡回演出，对不对？在各个地景。然后呢，今年把它做成纪录片，而且今年还得到金曲奖特别贡献奖，在金鹰奖颁奖，你也是最帅的，大佑哥，真的很不容易。您做音乐到底多少年了？好久没有人跟我讲帅了。对不起，对不起，再讲一次。好，我们多讲几次，帅帅哥，帅哥，帅哥啊！这个您做音乐大概多少年了，大佑哥？从闪亮的日子到现在，民国66年到现在也有个40，是在国里啊，在归你啊，哦、但是始终如一，这是最难的。刚好我们这个节目呢，今天是一个创作营的验收，它针对不同主题嘛，它是在90分钟之内要命题作文哈，可能跟您平常写歌的习惯也不同。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哪一个题材的哪个作品？现在还想得起来的其实就是你们弄那种记录了哦，谢谢谢谢。对，因为他的角度是很少人有的角度，对，我是要送给大家，送给所有音乐人的。是对、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从歌曲本身给他的感觉，很少从听歌的人、音乐的人的角度去写一个歌。歌其实讲岁岁月月，就是讲在讲这么久以后一路以来的各种听歌的方式，各种还有各种词曲的感动。其实您太了解我了，就是变成自己了嘛。对，那你的收藏我太清楚。对，我就是因为太多收藏了，所以我就觉得要向所有写歌的人，甚至发明软体的人致敬。但是我还很好奇的哦，今天呢，您来当我们的嘉宾，挑了两首歌，一首是您的代表作嘛，一首是《永远的微笑》。我发现你很喜欢这首老歌，哎，您为什么特别？因为罗大佑自己的歌已经够多了，写给别人的歌也很多哈。可是您为什么常常会唱这首老歌《永远的微笑》？包括今天你在西门町就喜欢唱这首歌，是不是啦？因为他们都说我平常笑得太少了，所以我提醒我自己要多笑一点。永远的微笑。第二个，我关于创作问题想问大佑哥，您在创作史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录，就是恋曲1980，恋曲1990，恋曲2000。您是一个很喜欢拍续集的创作者。你又不是拍电影，你有这个部分，你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在写歌的时候，常常会有一样的命题，不同年代的心情。我举个例子哈，好像女人一、女人二、女人三嘛，你从女孩子，对不对？然后变成少女，然后变成情人，然后太太，然后变成妈妈嘛，变成祖母，所以人对一种事物、人或者的观念是会变的，懂。所以你的年纪随着事情的转变是会变的。您就把它用歌记录下来，对，这就是大佑哥哈。真的太多故事说不完了。最后最重要的是，请您给所有创作人，包括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或是在看节目的，像您要走这么久远，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秘诀，还有什么样的初心？我希望音乐人或创作人，他可以把音乐跟创作当作是一辈子的事情。他要一辈子，他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你什么都懂哦。麦克风这是哪一个麦克风？
对吧？秀了奶奶一个型号，希望所有的音乐人都可以把创作或是你玩音乐当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感谢大佑哥，感谢所有的音乐人，在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杀青的第十三集的 Hashtag T-Pop 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提醒跟这个分享，谢谢大佑哥，谢谢，也请大家继续的、做好的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我们对应哈，要有十一、十二，马上要一起接连演唱了哈。Right. 第十一月、第十二月的主题分别是什么呢？来，欢迎两位歌手带来的作品。想一次重来，相信会勇敢，黎明化黑暗，也许星光很短暂，往前走不遗憾，仰望星空、伸手去触碰那个梦，找到线索、不知倔强的破天际，每个遭遇都有意义，沿途的风景旖旎。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my dream。我一力坚持到底，逆风飞行，相信命运，我不放弃，烧美丽。等待约在前交集，闪耀着这世界，仰望星空，伸手去触碰那个梦，找到线索，不知倔强的我，挥着翅膀破天际，每个遭遇都有意义。风景旖旎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my dream。 我一定坚持到底，逆风飞行，相信命运，我不放弃，烧美丽。世界，看看我搜集了
全部生活，每分钟不放过，记录着所有。你如果也很认同，想分享你的感动，别忘了订阅过，一键上传。回顾去年九月最令人伤感不舍的小鬼出世，现实创作也以把握当下为题，柯有伦斗志孔更是扛住泪水演绎小鬼最后一座扛得住，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我扛扛扛得住。近期引发讨论热潮的创作鬼才黄明志也再次合体李佳薇一起飙高音，因为2020年的金曲奖延到了十月，所以第十集就从金曲奖展开。多次入围金曲奖的戴阳和很想入围的陈大天以遗珠为题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许多金曲级别的团体与歌手也来到现场，搭配了 AR 效果赋予歌曲全新的感动。而我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顺便遗失了自己，以为荒唐的地会有接近。第十一集主题出道，资深歌手 VS 新晋歌手，惊喜呼应出华语乐坛的变化。创作命题梦想是留给永不放弃的人，两位创作人用自身的经验转化成歌曲。最惊喜的是淑芳阿姨意外现身，携手子玉合唱《孤味》。千红马赛祖鲁伊，千红马赛祖鲁伊。第十二集主题网红现象，现场聚集多位网红歌手，出道20多年的动力火车，除了自己的歌曲被许多人翻唱，他们也开始在网路 cover 别人的歌曲。
他在网络上一天到晚 cover 啊，年轻一代的最周星哲 BDS 一些对对都有吴坚情啊，天黑请闭眼，爱在我身边，路遥是谁给你我的成见。而创作现场也为打造新一代网红神曲而努力中哦，谢谢所有参与创作的老师们，一起帮2020台湾 T-POP 写下历史。哇哦，十二集回顾完毕，十二首歌曲也演唱完毕了，9:39。#hashtag T-POP 真的是空前的一个节目，我想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娱乐圈没有人这样做节目的吧？我们有这么多的嘉宾，60几组，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啊！谢谢你们。我也要跟 TVBS 上上下下的团队说声抱歉，身为制作人出了太多馊主意，对不起大家，导致各位都很累。然后也要感谢所有观众的支持。刚刚在线上有很多的反响哈，比如说啊，这一季要结束了，对我们就像拍影集一样，还是要有杀青的一刻。尤其刚刚一连听了几首歌，真的好感动，谢谢你们。来，我们一一的分享一下。那我们刚刚是90、11、12嘛，好，那就从第9集开始了。没错，因为他们12集刚刚上礼拜才播完，压力应该很大。对，让我们喘一下，喘一下。对，尤其有个孕妇在，你休息一下，拿张椅子上来。刚刚玉溪跟辉宇带来的《绿洲》好好听哦，真的，线上一直在说这歌好听。对啊，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你们创作的故事？你们平常很擅长这样的曲风吗？哦，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比较喜欢弹吉他，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很喜欢用这样的乐器去，就有点 acoustic 的感觉， yeah, yeah. 然后再简单的东西啊，是，然后但是描述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是简简单单的哈。你的吉他也很厉害耶，好美，好美。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啊，线上一堆人在说黄明志来了吗？黄明志来了吗？黄明志来了吗？结果你们一唱，全部都压下来，对，大家都安静了。感谢，谢谢你们的歌曲哇，压阵，谢谢。好，那我想问一下戴阳同学。这个我听说你跟很多韩团都合作过哈，对，对不对？对。然后现在呢，你来这个 T-pop 的领域，是，而且写了一首落榜，落榜，就是有种落选的感觉。落选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大天，他应该蛮不开心，他入围过很多次啊，结果呢都没有得奖。我还在努力啊，哎呦，还在努力、啊欸。你看昨天张震入行30年才拿第一座金马奖，你现在入行几年啊？9年，那还有21年。加油加油加油啦，加油加油，对不对？但就是这个题目定的蛮好的，因为得奖的永远每一年就是那一个，对、啊，每个奖项只有一个人会得、啊，但其实没有得的人的心情也是很值得去探究的，啊、真的。所以是用这样的角度去切入，感觉比较能够打入更多人的心情，而且人的旅途上很多状况都一直在争取第一名，好棒！但第一名永远拿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哎、欸，我觉得还是得过。大天，你真的很会骗自己耶，对对对对对对，真金的，我现在要懂得安慰自己。我现在是转去写文案，正能量，转去写文案，可以懂，非常好，谢谢你们的落榜哈、哦！来，戴阳老师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没有，就是小提琴是他拉的，里面的、哦、小提琴是他自己，對對對他除了做舞曲，还会小提琴，很厉害。没有，你讲就好、啊。普通，不厉害，不厉害。我要当你那个路，是不是？大天是你的发言人，希望你呢不要只为 K-pop 努力，要多为 T-pop 努力。OK， 好、yeah, 哦，谢谢哦，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这个宇辰吧，宇辰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因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敢跟别人一起创作音乐，因为我很怕会就是可能，你个性比较难搞嘛。不是，我会很担心，可能我做的不够好，然后拖了别人后腿、嗯，然后知道就是参加了 Muse 的一个创作营，然后认识到了很多很棒的音乐人，然后才发现，哎，原来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把一首歌变得更完整，对不对？对，然后也因为这个创作营，就是交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像我跟大天有合作过，对，然后跟书豪有合作过我之前那一首歌，然后跟 Echo 也是有一起合作过，所以其实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再一次见到大家的呀，就是见到大家，因为毕竟疫情这段时间大家都几乎都在家，对啊，然后今天大家可以出来，待会我们就去吃一吃，太好了，哇，你跟自己都合作过了，对，哇，那都他在炫耀他自己人缘好了，没有啦。好，接下来是义军跟玉林，哦，你们是 couple 对不对？不是，那他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不要这么说，那你孩子的爸在哪里呢？
还有麦克风，麦克风，电脑前，孩子的爸在隔壁全家。啊，在便利商店，在等他下班。对不起，因为人数有控管，所以爸爸进不来，对不起。对，很辛苦你今天来带来演出，谢谢你。可以，对呀，真的很开心，他很开心，真的开心。今麦克位啊，你这个巴肚就大呢。快出来啦！出来了，真的，因为是现在要出来吗？我刚刚这个是电视史上的创举啊！我们不止生了12首歌，还生了一个宝宝孩子。对，喂，说真的，你刚刚有没有压力？你这唱歌会不会有什么负担？心情跟我们分享一下，玉玲。其实也还好，但是因为就是比较不方便，所以没有来彩排。对，然后就很怕，哎，麦克风是没声音的话怎么？表现得很好，他真的本来是不来的，哦，但是为了今天直播，我们谢谢玉玲妈妈哈，新手妈妈，祝你顺产。谢谢，易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网红现象。像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当时在写，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一只手机嘛，然后都可以有机会成为网红，然后就写了，就是我们是对唱，所以其实我是扮演一个很想成为网红的人，然后 Peggy 他是扮演一个就是已经成为网红的人，我们这对话的一个过程。哦，也是很有故事的一首歌，非常好。你易君是本名吗？易君？不，念起来一样。哦，换个字这样子，换个字。哦，这个名字多威风啊！人家都做二军、三军，在那个职棒里面，他永远都是一军这样子，然后非常优秀，很帅。好，再次谢谢你们的创作，谢谢你们宝贵的时光，还有包括刚刚台北高中的表演艺术课的女同学们，也谢谢你们今天的合作演出，谢谢我们制作团队打造这么多媒合的舞台，谢谢你们，12首歌表演完毕，没错。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站台歌手除了谷谷之外，还有两位，还有陈方宇跟黄明哲，这么不甘愿介绍他是不是？很想下班，人家真的是网红。没有，所以让我好紧张，因为大家都好期待。是的，让我们来欢迎 Kimberly 陈方宇，欢迎他们带来的演出。我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唇形总勾着我的心，每一秒初吻，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我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心脏在意，让我觉得安心。从你某个角度，我总看见自己。到底你懂我，我其实我本来就像你，就这样爱。
家，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到 T-POP， 然后我要介绍的下一个首歌就叫《玻璃心》，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我要欢迎王敏智。Hello， 大家好。说的话你从来都不想听，却又滔滔不绝出征反击，不明白到底入了你哪里，总觉得世界与你为敌。你说我属于你，别逃避，快回家里，心伤害了你，伤了你的感情，我听见有个声音是玻璃心碎地，对不起是我太任性，讲这话总让人伤心，我是不该太直白，唱着白牙 so sorry，要听话别再攀岩爬墙壁，爷爷知道了又要怀念你，你说你很努力不还嘴走了十里，捧着棉花采着台的蜂蜜，共同富裕拼了命要作品，每天到住在院里送个傻逼月龄一千真开心，对不起伤害了你，伤了你的感情，我听见有个声音是玻璃心碎地，对不起是我太任性，讲真话总让人伤心，我是不该太自白，唱着白牙 so sorry，话还有自带效应，怕被送进去，总怕蜜瓜在教育，吃了苹果你又要去凤梨，在那边气噗噗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偷我的东西，要我跪下去 sorry 我不可以，跟你说话像你手忙弹琴，真的惊呆了吓尿的东西，一口气伤害了你，伤了你的感情，我听见有个声音是玻璃心碎一地，对不起是我太任性，讲真话总让人伤心，我是不该太直白，唱着白牙 so sorry， 又让你生气气，对不起太棒，很多人都在等这一刻，都在等这一首哈，今年算是很重要的一首破亿金曲，恭喜两位，恭喜太厉害。那为什么要请明智再回来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哈跟我们节目逻辑很像，有一点像，对，我们是每集在记录每个月份的音乐大小事嘛，然后我是每个月唱，对，你是每个月，然后有新歌，然后还有什么 rap 脱口秀在网络上，是不是？对对对对，月报月报，对，为什么会有一个月报的概念？就是把它当节目来做了，然后好厉害，就长期就是好有心哦，对，然后还有 rap 去把大小事，对对对对，功力真的很强。
强，你这样还要押韵什么的，你怎么？对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用同一个 beat， 然后在创作，然后每一个月就有新闻时事，然后 update， 每个月这样一直唱一直唱，很棒，一直开始。哦，很厉害。所以将来你看，如果你想了解2020、2021的音乐事，就看我们的节目的回放；想了解这几个月的社会时事，就看黄明志的回放。谢谢你的努力哈，那 Kimberly 也并不太厉害。他今年出了一张专辑，好多首歌，都好好听。然后你自己写了几首？啊，全部的，哎，除了一首以外，除了一首，对，那你干嘛不写完呢？因为这一首不写。其实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那首歌是我的好朋友 Julia 的歌，所以我翻唱，所以我就当然没有写，对，因为翻唱他的歌。好厉害，现在写歌也是一流的。我们今天好多创作人齐聚一堂。对，其实我看到刚刚就是站在台上的老师们，在这里有 Joseph 老师，还有宇辰老师，都很熟。对啊，我们超熟，他们之前超帮我的。对啊，所以刚好想说打个招呼，是老师们好啊。那你应该要熟的还有第一排那些大人，很严肃的。有，当然的，这个我就不多，就不比较大师，这个我就比较大师爷、祖师爷。对啊，蒋三省老师、张清芳，认真的眼睛有没有听过？没有，我们都是以前。果然他们不听，没听过，太年轻。好，重点来了，我手上拿着一个很多人都很期待的《鬼才做音乐》黄明志全新专辑，多支持多支持，这是新专辑了，每年出一张了。哎，两个问题。因为你以前专辑都是亚洲什么什么亚洲什么什么啊，膝盖不？这次没有，因为这个亚洲没得去啊，这次疫情就没得飞，哦，去不了任何地方，所以就在家里就是装鬼，就是自己写自己的歌这样子，就蹲在家里写歌了。所以这剧逗点在哪里？是鬼才做音乐还是鬼？其实都可以，其实对我来说是鬼才做音乐。那我们台下这些都是鬼吗？其实我相信他们有共鸣，是哈。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很痛苦，真的很痛苦，辛苦你了哈。谢谢，做鬼这不容易啊。还是继续做鬼好了，继续带给好音乐给大家。但问题又还有一个，黄明志写歌有个特色，基本上你都自己来，对不对？都自己来。Kimberly 也是嘛？是啊，对，都是创作型的，都喜欢自己，都不给人家赚了。都自己做，没有。你看，我就完全违背省钱的，两个都是这样子。我导演也自己做，你知道吗？对，他真的是导演，我都不给他做，不留口饭给别人吃。你还好吧？你有留给一导演？我是没有当过导演，但我看他当天当导演，不是讲干过导演不太好，女孩子。什么？我没有说，我说当，我说当，吓我一跳。我说当过导演，当，我没有当过导演，但是因为当天他当导演的时候，我就还蛮吓到的，因为这首歌也是他写的，然后也是自己当导演，我想说他很累，是，很累，很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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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很累。但是我们节目呢讲究的是合作嘛，你看我们台下一组一组，不管熟或不熟的，你如果有一天可以找一个人，你决定放手了，找他填词或找他谱曲，你会选谁？台下的吗？不一定，不一定，全没有。如果是曲的话，肯定是陈慧娟老师。哦，陈慧娟老师刚加入我们现场。对对，我其实还没有 Q 到他，还没有 Q 到，我不小心 Q 错人，还没上台。那还有别的吗？破梗。历史上有这么多人，你有没有一个真的是好想跟他填词的话，肯定是林夕老师啊，真的。对，他现在人在台湾，应该。对。那曲呢？如果有一天找一个人来，就陈慧娟老师。陈慧娟老师又 Q 到，哇！所以你看这个人哈，就把王力宏都撇在。喂！想当年那首歌，人家帮你那么多，你这个人啊，力宏哥，力宏哥怎么样？你说，好棒，你说真的好棒，多棒啊！太强了，一定找你作曲的。OK， 而且哦，人要不能就是说忘本，他左边都也有一个在写歌的人，他也不提。就我很忙，那个这边还有一个，没关系，我们已经合作过，所以好了，不要再挑拨离间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黄明志的新歌喽。这个歌叫什么？笑着回家，笑着回家，是一首很悲惨的新年歌，因为是在疫情下的新年，真的好特别。就新年歌都咚咚锵嘛，啊对，对新年歌咚咚。可是这首我就找彭恰恰大哥来演，演什么？演男主角，演什么故事？什么样的男主角？演一个破产的老板。你一定要再补他一刀吗？对啊，你为什么要揭他疮疤？我是你找他，焦哥，你知道五分钟里面你害了我多少得罪多少人？不是，可是是你找他，不是我找他的，我怎么？可是你只是要问我角色，主持人本来就是要问问题的嘛。好了，那我们让他唱歌好了，走，让他下去，让他下去，交给你，欢迎黄明志。带来这首疫情下的一首新年歌，叫《笑着回家》，献给大家。第一次公开演唱。歌词不熟啊，还没背啊。
然睡不着，明天就要返乡，太多的东西塞满了行李箱，都装不完，到银行领了现钞，准备好要拍的红包，跑的钱夹比夹背包，带上微要车票口罩，看这城市满目创意，饱受这种创，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多少根遍体鳞伤，面对太多冷清冷暖，不想多谈，只能去习惯，情绪塞满在于回甘，接受抚慰着惆怅，就算面对再多的碰撞，也得要体面风光，就算经历再多的风霜，也要替换新冬装，想起了远方的爹娘，却不能让他们失望，把皮鞋擦亮，挺起胸膛，笑着回家，我要笑着回家，回到最初的地方，收起了落寞难堪勉强，尽量不让自己多想，多少人已经远走，为何对人善良换来的却是背叛和利用，真是被玩弄，被他嘲讽，聚集的人反而被掏空，我只能将自己武装，收起了笑容，看有人相互攻击，有人背信忘义，必须跟你称兄道弟，但你困难却不再有联系，这社会太拥挤，压得我快喘不过气，该后退还是前进，下一步我该如何继续，原本想说的话已经不敢多想，原本在心中的理想不敢再想，只好健忘，回家的路上人来人往，拖着疲惫背着遗憾，将自己都隐藏，只想一路奔向，我要笑着回家，回到最初的地方，收起了落寞难堪勉强，尽量不让自己多想，抬头笑着回家，尽量不让自己多想，抬头笑着回家，回到了我的故乡，那里有最天真的浪漫，还有等待着的一桌，沿途的风景依旧，仰望熟悉的天空，亲戚朋友好久不见，醒来旧人已走，对着天空列祖列宗，心中公平默默地说着，保佑爸爸和妈妈天天这是我选择的路，我会好好走，我明白人生的旅途上有起当然也有落，难免会受挫，不难过，不会学习如何去挣脱，我家乡是旅途的尽头和我所有的寄托，谢谢、yeah.谢谢明智，好，请留步，也再次欢迎 Kimberly 啊，同时我也要邀请在创作圈串前辈了哈，而且他也对创作营非常有感觉的陈蔚泉啊，陈蔚泉老师，还有 Muse 的蔡总一起上台来欢迎，好，欢迎蔡莹蔡总，还有陈老师一起哦，谢谢来来来，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哈，好，首先我们先想请这个 Muse 的蔡总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跟 TVBS 合作媒合的这么多创作人在十二首的创作营的打造的过程，有什么让你最难忘的事情，应该是说我们一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首先知道说我们的那个担纲的人就是焦哥，那我又我想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做一个传承性的任务，所以呢我就把焦哥先只要求说拜托说焦哥第一组，对对对，第一组，但是因为呢这是一个传承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找了我们年轻有为的蒋荣忠老师，二十几岁的，对，然后最后一组为什么会有个孕妇出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Peggy 她很想要有个小孩，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节目的完成之后刚好有个小孩，没想到Peggy 恭喜，恭喜对，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在疫情前就筹备，是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喜讯，是没错，但是我们很希望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喜讯出现，对对对对，然后最麻烦的是说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挑，到最后我们是想说好，我先从有
希望说有参加过我们创作营，然后带有共创理念的这一些好朋友们，然后一起来先完成这第一季，是希望有下一季。对，希望有下一季呢，我们有更多人可以加入哈。那您给我们这个礼物是？这是 Muse 的那个我们针对每一个创作人，因为创作一定会有一首故事。对，我们已经发了两集，哇，两册，哇哦。那我想交给您的那两册，可能已经被经纪人拿走了，所以你可能有可能没有拿到，所以我在这边补给你。哇，那您真的太小看我，身为一个#T-POP 的创始者，是我家里有，您不用再给我了，我转送给另外一个姓黄的。好，请你多写一点正经的歌。是，他刚才感觉很想要这本书。不不不，你尽量写，你随便写哈，你好好了解我们台湾 T-POP 的厉害，好不好？谢谢明智，谢谢。知道你们就爱台湾呢。其实黄明智对台湾的音乐很了解，他也常常去 cover， 或者是说去做一些取样。谢谢你，他亚洲通了，他都了解。对呀对呀。好，那我们也要访问一下威权老师啦。对，威权。老师好，欢迎欢迎。老师的作品也是无数，而且他合作对象都超大咖，太多了，蔡依林啊，什么叮当的。他自己最近也 cover 蔡依林的歌啊，是是，杨丞琳的歌，杨丞琳，对对，你还试，也没在听就对了。可是老师最近好像很想推广创作，对不对？好像也要推广一个创作营。在今年我们办了一个Talent Plus 的一个创作偏乡创作营，哦，偏乡创作营，偏乡去跟孩子们一起创作，因为觉得很多孩子他们可能觉得音乐创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用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告诉他们说，其实音乐创作就是好像生活的记录，让他们在学校可能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一首歌写好，然后让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学校的歌。我觉得这个是点燃孩子的创意啊的一个做法，真的真的让他们也有这样的资源去学习音乐。太棒了，谢谢你啊！我们大家一起把所谓集体创作这件事情发扬光大，也请你继续的唱歌啊，写歌啊。哦，会会会，今年12月30号会发自己的专辑，新作品耶，真的恭喜！对，新专辑，是专辑吗？专辑，整张专辑吗？是，我有看老师，他也是省钱自己做导演，他省钱，对，他省钱，我有看到他省钱，都跟你一样，对，自己省钱当导演，都要托人家。现在做都不容易了啊，辛苦辛苦了。祝福你，谢谢陈老师。好，谢谢。最后我当然要问一下两位，他们算是创作界的已经是胜利组了啊。这个 Kimberly 跟明智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或是建议的话给所有创作过去曾经创作、现在正在创作、未来想要创作的朋友？哦，我觉得不要害怕，就是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你才会真的有一天很喜欢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挑战自己，然后不要害怕。Yes， 对，太棒，谢谢 Kimberly， 谢谢。我就觉得反正你人都在台湾的嘛，那我觉得就勇敢的去创作，你什么东西都写出来，真的 ，OK， 这是很重要的。这里是最自由的创作平台了，对对不对？人都已经在台湾了，那你还就畏首畏尾，顾虑太多，畏首畏尾，写不出好东西，或者是不敢写出真心的东西，是就太浪费了。尤其我们真的要跟你致敬，你太多很妙的歌，能买包包换包包啦，然后还有泰国的也有曼谷的什么。不到海南岛，不知道身体不好。是是是，就是我觉得是大胆一点去创作了。我常常为午夜梦回哼起这些歌，我都很想打自己巴掌。卡在哪？你真的很厉害，你什么都可以写耶啊！就人，我肉身都在这里了，还等什么？对，肉身也在，精神也在。OK， 请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打造 T-POP。OK， 还有你的马来西亚 POP。谢谢明智，谢谢 Kimberly， 谢谢威权老师，谢谢蔡总，谢谢。最要感谢的，其实这个时刻本来应该你们坐在台下，但我想请你们全部上来，好不好？来，今天所有二十几位12组的音乐人，今天是为大家打造，也谢谢在线上收看的朋友。来，我们要一起迎接采花的一刻。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后面大家站一排，让大家知道台湾的 T-POP 阵容有多庞大、多厉害、多犀利。蒋老师，你是我们的前辈，你也加入好吗？蒋三省老师，从姜育恒写到黄子佼，写到许富凯，这才是真正跨世代的音乐人，你懂吗？对，姜育恒跟黄子佼差很多的。对，不同的年代，他都有加入的。来来来，好，待会我讲他睡 T-POP， 帮我一个忙，我们一起喊一个大成功 ，OK？来准备了哦，明智准备了哦 ，Hashtag T-POP 大成功，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线上的朋友，谢谢过去12集
十几位的艺人来到 Hashtag T-POP， 谢谢 TVBS 上上下下所有的伙伴们，不管你是加班或者是熬夜，再次说声 Sorry and Thank you， 谢谢所有收看的朋友，谢谢所有支持我们节目的，包括文化部，还有所有冠名厂商，还有所有的业务伙伴，谢谢你们支持 T-POP，T-POP 不会在这里结束，这只是我们第一季的杀青，我们准备开始开募资了，看看能不能明年快一点开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有缘再见，谢谢，拜拜，谢谢，我们听到的 See you， 谢谢。